像你喜欢腌咸菜、腌泡菜、腌萝卜干、烙白菜、泡鸡爪的，赶紧来抢那个大容量的玻璃保鲜盒。这两天它可真的是跌到地板价了。这个呢是希乐扣大品牌的，他们家是专业做玻璃保鲜盒的，品质真的非常好。之前它这一个呢都是卖到49.9块的，今天下单不要40，不要30，甚至呢就连20块钱都不要了。什么价格你们自己点开这个链接去看一下，真的是太划算了。不仅包邮送到家，还给咱们带好了运费险。收到货以后你们先看质量，满意喜欢就留下，不满意的话直接给他退回去就行了，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。关键它这个质量真的非常好，整体采用的都是加厚优质的高硼硅玻璃的材质啊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厚实。高硼硅玻璃呢，它跟普通的玻璃它是不一样的，它这个耐高温的话可以高达400度，低温-20度，不管你是进冰箱里面去冷冻冷藏，还是进微波炉烤箱里面去加热，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26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，装个4-5斤的话都没问题。而且这种玻璃的，你用它腌菜腌肉的话，就比塑料的用着更放心。而且它这个盖子呢，都是这种四面卡扣的，里面还有一圈加厚的食品级的密封圈，咱们把它盖上。以后啊，它这个密封性就特别的好。你看我这个装上水，我倒过来啊，你看我这么晃，它仍然是滴水不漏的。平时咱们用它腌菜腌肉的时候，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，它的保鲜效果就会更好，而且呢还不会串味儿。平时呢还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保鲜盒啊，用它来装个蔬菜水果啊、生鲜肉那什么的，你这样叠放在冰箱里面它也不占空间。关键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，你们刷到了点开看一下，如果还是19.9到手这样一个的话，赶紧去多拍几个。